欢迎来到香港业余网球精英杯 Division 2单打的第三季抽签仪式，现在见证人是关二哥，应该没人说黑箱庄业啦。我们现在去到现场为大家直击报道的，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抽签的两个人先。第一个呢是 CW09， 看看 CW09 的只手先，等一下就会用这只手来抽的。跟住呢就是另外一个 MK 大佬啦，俾 MK 大佬，哇，零舍多毛嘅。好，我哋而家就准备抽签啦。咁咧，我哋首先咧嘅抽签仪式咧，因为有36个参赛者啦，除去4个嘅队长，第一个系 Harry，D to B 咧系 Yafei，D to C 系 Jelly Gogo，D to D 嘅咧系 Keanu and Y。咁我哋抽咧就会系同一组抽晒8个先嘅。咁咧就跟住先抽第二组，吓，而家开始咯噃。而家抽 D to A 嘅第一个，由大佬抽啦，好唔好啊？系啦，即时拆开啦。哇，阿爸，阿婆，长辈，系啊，两，系啊，睇下冇阿妈先。好，快啲第二个，即刻抽。第二个是 Tam Ricky 168大埔的新参加者。第三个，由于时间关系快啲啦。跟住 YJPM 是新的参加者嚟噶，表现相当好啊，嗰晚喺显田。跟住第五个 Timothy， 哇，呢个犀利啊，互级战可以赢到两个新人先留到级嘅。跟住是輝高啊，荃灣區新秀啊，睇下今年有冇一個，今季有冇一個好啲嘅表現啊？好，跟住 Kevin 50，跟住是 Kevin 50，都是新人嚟嘅，第八位，系啦，最後呢位咯，Eric 2301，好似住青衣噶系嘛佢，仲有一個。咩住先？1、2、3、4、5、6、7、8係冇啦。8、4、32 OK， 最後呢、這、一個，即係計埋隊長咧，係會有9個啦。Dave， 好。咁樣啦，先重温啦。而家抽 D to B， 第一位係隊長。係啦。Cantonese 即係狂人啊！狂嘢，狂。好似代表嘉湖喎，佢係。SDU 落。哦 ，SDU 咯，哇，边个都唔想对住啊呢个车轮啊，哇 ，Messi 救人，曾经 Messi 系赢过 SDU 落嘅，好睇啦今次。Luke， 哦，加油班啊，呢个 brother 好犀利啊，卢加争啲就升级噶啦，死亡之组啊呢组系，哇，华啲啊，华啲好似好劲啊。呢個坑嘢嚟㗎，華仔。7位啊！而家1、2、3、4、5、6、7 Down the line， 哇！呢個係咪長洲代表啊？長洲 Edwin 犀利啊 ！Edwin 只係喺 Mini Slam 輸咗俾邊個勁人啊 ？Kenny 五好似係，哇 ！Roddy 犀利啊！呢個 Roddy 死咗邊度？勁抽啊！呢個 Roddy， 快搭手！好啦，停一停。MC 4 7，哇！睇狂之手啊 ！MC 四七一三，安全过关未？好。MC 四七一三，完噶呢组。好。好到即系。好啦 ，Jelly Gogo D。大镬啦，好大压力啊！睇下边个压力之组。哇 ，Derek CTM 啊，呢个曾经搞过 Ladder 嘅功臣。又系呢个 Derek， 唔系你边个全部都系搞过 Ladder？ 有冇未听啊？而家好不滿啊 ！MC 四七一三，你睇下幾不滿啊！唔係啊，我冇不滿啊，我同佢好不滿啊！私情會，私情咦？私情，私情好想同 Jelly 一齊喎！著女裝，著女裝，但係一個逆服癖，一個真正嘅女性嚟嘅。九軍，好呢個係 ERDNA， 呢個都係新人嚟嘅，又係新參加嘅嚇。哦 ，Tennis Baby， 所以啦，
其實觀眾你知唔知 MC 四七三同 Tennis Baby 而家做緊啲咩咧？我哋影一影嗰邊先。其實佢哋係做緊呢樣嘢嘅。好，哇 ，Care Bear 啊！荃灣區，但係成日去顯田打噶。呢個犀利噶 Care Bear。呢個係深水埗區。深水埗區嘅，好。哦，老人家，哇！哦，甲甲如愿以偿啦，可以同 Jelly Go Go。沙田本區啊，對對。好，跟住係咁耐嘅。KN 四二八，哇！呢個坑嘢啊 ，Kenneth 五啊，我哋影住隻手插入個箱度。咁我仲應該都 OK 喎，收得勁緊。跟住係。Charlie。